살인체여서 소나토프 남아야꾸진다 各位同学，咱即马开始上课哈，啊，注意你的手机啊，吼，看有关一下静音还是震动嘛，哈，安尼较袂影响到其他的学员。好，谢谢。各位同学，大家平安，大家好。啊，迄、那个恁有呐算真有福气啦，吼，即马迄个士气吼。愈来愈迄、那个样子一直出来啊！台湾民众真正，阮头啊较早的时阵吼，安尼好像都没有希望吼、哦。最近一直看迄个美国这边的吼，咱的李行政政府呢，特别出来啊呢。哦，啊，哪一出来，大家来排队，搁咧请迄个身份证啊吼。迄到时连应该连伊也出来啊。美国起来迄个号码已经拢。他们必须这种讲好啊，哦，所以 travel document 哈、哦，旅行证件，有那两面也出来哈、哦。我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就是要讲目前台湾实在什么地位了哈、哦，实在国际地位是啥了哈？咱较早对咱台湾家己是啥物拢无啥知影，拢啊去了较早咱的国务书，咱的遐吼，甲咱讲，咱叫国民党，甲咱灌到龟头壳个屎哈。啊，真正灌到规头个屎，迄时阵思维吼，拢甲咱教较唔对，足侪我今日要讲个嘛是足侪拢一直甲咱骗，一直甲咱骗，骗到逐项拢甲咱骗个吼。啊，咱无要紧，好骗，咱即摆知影即个国际法律，咱要读是读国际法律，唔是要读感情用事个啦吼。实在，我在 TCE 啥？台湾西部。Government 哈、哦，就是台湾民政府，西部的民哈、哦啊、台湾西部 Government， 台湾民政府。啊，那伫开播的程序的中间哈、哦欸，我想今仔这段就卖讲了，咱有唱三条国歌嘛哈，哦啊，是安那个，都在唱三条国歌。第一条是啥？啊，我讲一下，用出来几句哈，咱弄大出来几句。做咱临时国歌，因为咱真无国歌，啊，逐摆开会，你唔通想讲啊，安尼念面就过去安尼，念面着，恁若受训了吼，恁着摕着资格了吼，念面你着爱主持足侪项啦呢，你唔通看这讲无你的代志，念面你着爱徛起来遮，唱歌唱了，啊，着搁读起来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吼、哦，念面着遐，好来。这个出来之际吼，伊主要上下所在，每一个各个国家吼，上要紧的迄个拢是啥？要这个，这，不然咱小读一个啦吼。来，这是我的土地吼，上帝给我这个土地，给我这个勇敢过了土地。当朝阳照在丘陵平原上的时候，啊呐，我看到了这个上要紧，一个孩童。可自由奔跑的地方 ，can run free， 自由。每一个国家拢强调迄个，咱是这自由的所在，吼、哦，自由啦，吼、哦。从这个出发时，咱用这个嘛是讲也当，给这个好像就是每一个国歌都这样嘛，吼、哦，自由。哦，来，啊，来，因为咱逐摆咧去参加民政府啊咧唱啊，拢也唔知啊咧唱啥啊，干呐，哦啊来啊，即摆这内容互咱知影。哦，我知道我将会变得更坚强，将这土地变成家园。如果我们必须战斗，我将奋战，将这土地变成自己的家园。即使奋战至死，这是我的土地。哦，这我出来就记，咱在唱在唱，迄内容就是伫遮啦。哈、哦，来啊，第二条唱啥？是安那个爱唱日本国歌？啊？日俗，啊，日俗是都要讲个清楚。咱即马高级班上了了，唔是干那日俗哦，是属什么人诶？日本、
天龙诶，吼，这天龙那先就日本政府那先就是总经理呢，啊，天龙是董事长，这个公司是董事长诶，这个土地是董事长诶，唔是伫政府诶，政府是董事长请来甲办理代志诶，这人吼，啊，所以即摆过来就用这个日本政府啊，日本国家真短嘛吼，起咪个药啊，吼，这拢总32字尔啦吼，日本这32个字好像很短，可是世界上吼最短的国歌不是日本哦，哎，一个国家短，什么所在你敢知影？啊，美国国歌足长的啦，美国咱拢有唱过啦，美国国歌是够长啊，我有偷写的啊，你看。这首是现在，乌干达，哎，乌干达的这个国家吼，伊的国歌才25秒就唱了啊，哎，你日本国歌唱了嘛，差不多要到1分钟，伊这25秒就了啦，啊吼，啊这个国家足特别啦，这是乌干达，咱拢知影，这是非洲的国家，啊这个伊吼，你甲唱伊的国歌吼，我真若当家甲用出来，啊甲唱伊的国歌啊用出来吼。我违反商标法呢，我都要给他钱呢。哎，这个国家特别，伊个国家有一个商标权，哎，啊，所以你若爱要甲唱个，咱都可以在电脑啊，甲开落来，甲听一遍。我若伫上课加公开场合用了，你就知影这商标法袂使哩吼。哎，啊，恁等于家己个，你甲拍有眼啦，啊个入去，啊个听伊个国歌，你等于甲，喏，伫 Google 内底，你甲拍这几字嘞。有干的，吼、哦！啊，拍入去听伊国歌，一打鼓啊，尔，真正过25秒就了，唔免翻调24秒。我听过那摆后后25秒，较侪拢25秒，啊翻调啊，继续个23秒、24秒啊在听，哦，足紧的吼！大家等于听看，这是一个知识嘛吼、哦？这世界上第一国歌就是有干的吼。后、哦、来啊，这美国国歌咱嘛特别来唱啊，美国国歌到底是咧唱啥？我讲美国国歌，做这个美国国歌吼。哦是你什么时阵做的呢？他在对抗英国的时候，都做这条歌出来了。一阵在美洲大陆哈，啊，跟英国在小战的时阵，这条歌就出来了。你要看伊内容，就是你要那个看伊内容。一下营业，我个翻译是那个来，这是伊的，那个美国国歌的，那个中文的那个意思了哈。你看。你可看见透过一个是曙光来攻击那个对着什么我们对着什么发出欢呼的声浪随着美国的跨条那边冒着一夜炮火是要大概冒着一夜炮火伊阿跟英国在烧战啊啊机啊插地啊啊规暗在战战战的到天光起来伊才讲天光起来轰轰炸弹轰轰作响，他们都是见证国人的力量、哦、你看这星条旗还不是高高的飘扬，在这自由国家、勇士的家乡、哦，每一个国的国家拢注重到那个自由啦，这自由就是该有价值的啦、哦、我用这三点这国歌，啊，要甲咱讲，我先用下卡这好啦，这个。啊，这条捌听过无？台湾最近捌听过无？哦，啊，不要紧。这是一个台湾最有名的迄个国际的迄个作曲家，叫做萧泰然。你捌听过无？萧泰然，哦，这就是萧泰然做的。啊，我这个老歌吼、哦，我讲你这条也无达到阮民政府的国歌嘞吼、哦，你爱拜托嘞，你搁甲。哥哥做一条，伊讲啊，我身体已经未扛住啦，伊真身体足歹啊，1年多前来找我啊，我甲讲诶，来为着阮民政府做一条啊吼，啊伊这坐轮椅啦呢，啊这等于美国，拢出进出那个 ICU 那个加护病房哦，伊拢进出加护病房，所以伊真身体足歹，伊讲老弟，我无法度甲你做啊，啊我即摆用这个意思要甲咱讲哦，咱若有熟识的好朋友。你若会晓音乐的吼，你即摆时间都做嘛，免嘞，你着时间都做，你到无得到明底明年吼，较要用着啊是啥？但是分那好朋友让他去做
哦啊做啊跌跌也得啦，唔当哦，做甲一条路路长唱甲，你正像古小，迄样有哪摆啦？啊较有勇气吼，较活泼咧，哦啊好安尼，互因做看卖，恁的朋友恁就拜托因做了吼。咱台湾吼，我讲台湾上下界到上好的地步是。摆伫个上好的地步是，跟日本变作邦联了。你毋知听有无？就是日本一国，啊，咱台湾一国，啊，顶面一个日本天皇，那就是大英国协，英国，伊下骹有英国，有加拿大，有迄个纽西兰、澳洲，对吼，拢是共国哦，啊，迄拢邦联哦，吼，摆伫个咱跟日本上界境界上好，就是变作跟日本邦联安尼啦。哦，美国军政府提起了、提长了，咱是会当做跟日本邦联。啊，这个邦联呢，别日啊，敢会当变作国家，独立的一个国家？也有可能呢。什么可能？万一迄个日本天皇高抬贵手，讲啊，台湾帮你去啊，安尼咱就会当真正独立的国家，啊、有可能无？我看日本天皇袂帮，哦，袂帮咱去啦，袂帮咱去啦。因为我这可能爱有这个台湾这偌济钱较买得到的咧，别日啊，看美国军政府咧要讲美国来通知了，要让美军转去，日本都要阁出钱去让美国呢，较买得到这个台湾呢，吼、哦，伊要行伊啊，也是咱即卖日美战吼、哦，是旧金山合约第23条吼、哦，咱有读过啊吼，旧金山合约拢总27条，在23条的时阵。写较著名，写讲美国 United States is chief occupying power， 主要占领全国。台湾是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啊是安那呢？伊靠委托蒋介石来代管的呢。哦，叫二次大战以后的旧金山合约是写较著名是安尼呢？哈、哦，我来这是都爱这自由了哈、哦，自由这个所在了哈。哦，这你看。大英国协以前 Commonwealth 就是邦联吼，伊是54个主权国家所组立的大英国协呢。咱别日那是干两个尔啦，是日本啊，干咱尔啦吼。国协哦 ，Commonwealth 哦，啊迄个，这一国的国家啦吼。纽西兰呢伊嘛一直在讲什么？哦。自由之境啦、啊，什么啥啦，拢都大家国家拢差不多在讲自由啦。来，这个咱爱来读一遍吼。咱迄个做主席，啊你了唱三地歌了，啊你就去爱念遮吼。来，咱大家做伙来念。你要用北京话，要用闽迄落讲会使，啊要用台湾话讲会使。来，台湾吼有两个主张，第一个主张是什么？依据国际法理，要用台湾话读会使哦。让台湾国际地来，大家做位读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的地位正常化。第二个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来。台湾有两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是使用暴力和武力，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最后一个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就是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无合作，也无要甲配合。但是伊若咧规定啥，你就要有人去做，你唔通讲啊，我无爱无爱，迄若告伊告咱了，都唔是伊咧管，都话咱是政府啊吼。迄告迄阵，你真唔通去偷摸机会，去假伊啦吼。你真唔免去，我们要得到政权，不是向中华民国要政权的，咱是对美国提政权的吼。啊，所以你唔通去看咩？他们咧对抗啦，咧什么啥？哦，你对抗会变革命先烈啦。哦，啊，咱是啥？革命啥？先啊、哦，革命先行者，咱唔免去对抗啊，不要去对抗那些哈、哦。来，我用这哈、個，咱这个，咱本来咱分做两个阶段嘛，一个是迄、那个。
中央民事啊，一个中央政治局两个吼，中央事务局啊，一个中央政治局分两个，即摆这已经要拍散去啊。我用这互各位看，就是要看啥呢？要派去的所在，即有够侪啦，吼、哦，迄、那个。来，即摆要接政权啦！啊，你派去哦、喔，你派去，你是政务官呢？啊，下骹遐事务官遐职员啊，啥遐拢遐低咧呢？咱无够人通派遐济嘛！啊，你派家一个去，好、喔、来啊，派去，你管会到未？我看一礼拜，一礼拜你都叫人更长，无啦！你上官呢？你是上有官位的呢？咱夜忙出来的呢？哎、欸，你是啊，所以吼、喔，我讲这个目的就是要啥呢？恁大家吼，哎、喔。唔通干那想讲哦，我派来倒位啫，你家一个去温死个转来，招较侪你的同伴咧，你的换贴的，你的好朋友，哦，你下来讲啊，我三个要做位来倒，这会当登记的，秘书长哦，会当登记，还是向漳州讲，啊，你要去倒，要去倒，哦，啊，这会当做位啦，啊你，你若三个经理做去，哎、欸、哎，来个要啥，啊，你若家一个吼去吼，来，哎、欸。迄、那个主管，即、這个甲即、這个签者，公文签者，啊，你甲签落，哇，违法啊，歪哥，轻生的，诶、欸，你唔能就酷酷呢，啊，你乌白签，乌白啥，哦，所以你呐，爱有人朋友斗经啦，有人朋友斗经啦，吼、哦，所以你唔能干呐，恁来趟呢，你要搁派出去，你爱搁招你的换贴的好朋友，你的亲情，做伙来趟，做伙拜去一个拜去所在，哦，安尼卡袂叫随叫跟转来啦，吼、哦。拜托哈，这恁来了解哈。哦，啊，这边派所在有够多嘞。你看什么国际事务委员会、文部省的，现在你派这几个啊去的，得哇，嘿，很大机构，啊，没哇呢。都爱个恁个家的资源，个几个几个啊，哈，拜托哈，这恁大家知影，我苦口婆心，我即摆下昼秘书长讲会紧了哦，个免半当哦，迄个 trouble document。特别落来呢，啊，连伊要接呢，我听了拢要昏去，安那昏去，我都无人当排咧，嘿，那排了，我再见，我无法度，无人当排啦，哦，那今要接政权哦，有那，哦，足隐忧的啦，吼、哦，所以有那，拜托你哈，各位同事嘛，恁搁叫恁的好朋友来一下啦，按到时间有较侪人当排，哦，足侪呢，哦，啊，搁有政治局。那较少年的吼，拢会派去政治局。政治局先看要政权交接嘛。啊，咱这个较老岁啊吼，啊，咱来迄个事务局。没对啊，没去啊，都去夜忙室啊，关东关西啊。哎，转型正义。从我嘛是个秘书讲哦，我即卖是按到大家训练。把你啦，那正经接落，我嘛是咱这都有那老岁啊，我有那74岁啊呢，对啊，啊就是讲那赶紧铺后路，对，和咱的大家这个赶紧来道谢起来吼，啊无我，我本来吼退休了吼，我新老兵院长退休了偌惬意嘞，你敢知影？陈仲谋要叫我来参加这民政府，我啊讲陈仲谋恁捌无？吼。伊甲我讲，这个卫生部长来，互你做上好。我阿讲，老兄，对不起，我要过着美好的退休生活。安尼五当前甲我讲，我无甲接受。啊，到阵我也毋捌拄到伊啦。我是三当前了，去看到这个对美国朋友寄迄个内底这内容，我看一下，讲，哎呦，啊，台湾有这个，有这个，敢若剩这条路尔。出呢，台湾无咯，你讲什么台独啦，什么啥啦？你都，我古早是对政治足起，但是我唔是民进党员，我也唔是国民党员啦吼。啊，不过那建那咧选举啊啥，啊阿扁啊，啊是蔡长青就讲，真诶，啊你对伊去加戏啊，替我搁徛对一场哈，啊什么啥啊我也唔是呢党员，也唔是啥，但是迄阵咱啊有一颗疼台湾的心，啊就讲哦 OK。甲啊总嘞，啊我讲叫吼，那边哦对欠10个，啊我着10个个机会就带嘞，啊来对，我即个安尼是安尼啦，啊了我讲，我退休了吼，我无要插即个代志啊，我无要插啦哈，你老乡饶命，我要过我退休好生活，我着家己去学一只游艇，哦，
一礼拜驶出去岸边港去飙船，去飙啊飙两三点钟啊，转来啊，我迄个飙足紧的呢，我迄船我当走我四十节，你毋知影四十节偌紧无？四十节是75.5公里呢，普通船啊咧驶是差不多15节尔呢，16节尔呢，普通船啊咧驶。啊，我都袂晓钓鱼啊！我那标船呐，啊，过啊吼足惬意的吼，啊，搁去引一个头路，载阮两个孙啊去上下课啦，哦，两个查甫孙啊，啊，我都引这个无钱头路了啦。啊，可是这两个吼，哦，吃我道道，你们在听好不？阿公，我要骑马，啊，你啊，啊，乖乖啊。我甲劈了，好徛，无你嘛，啊做阿公就是安尼啦，哦，欢喜甘愿的啦，吼，哎，欢喜甘愿的，哎，真正也袂讲啥，啊，你要骑嘛，你就徛，我无你要做啥，哦，阿公就是安尼啊，吼，阿廖，安尼，阿廖，两当外钱，三当钱，甲听到这个，较早我日内话，我逐摆去呢，我去啊，我是六七当去啊呐，为着要加入 WHO， 哦 ，WHO 恁听好无？世界卫生组织啊，吼。欸，我拢带队呢，啊边啊，搁用迄个行政院顾问互我挂咧啊，我讲顾问行政院顾问啊带队去呢，啊美国遐足侪，欧洲遐足侪几百个，我逐当都去，啊去画到有声无声，啥呾，逐当都去，啊拢家己了钱去的，啊了，即个知影即个民政府了，我甲秘书长讲，欸，拢嘛厉害，你也无较早用即个。台湾民政府这个理论出来吼，那知影我嘛袂去遐乌白遐哭了六七当地啊吼，咱唔是国家，你根本袂当加你嘛。哦啊，讲根本什么联合国促进会，哦，联合国促进会，逐当都咧去纽约。啊，你不是国家，你在搞什么鬼啦？迄种家务的尔啦，家务的尔啦吼。啊，所以我知影了，我都无，我退休了，我也真无去瑞士，无我去超六当啊七当咧吼，去瑞士。好来，哦，足多呢，足多呢，足多机构拢爱排呢，啊，拢爱靠各位了哈。哦，啊，这新呢，这当下这个3月24号，他将这个事务局跟迄个政治局要甲分，要合无去啦。啊，变做啥呢？变做这个啦，民政府内阁。啊，迄个政治局他本来国安参谋，迄少年那边甲分来遮啦，哦。迄，那个本部啦、发展委员会啦、中央银行特行转型正义啦、重建基金会，即卖新的咱的组织是安尼啦。美国军政府啊，甲主席团七个，哦，啊，这个内阁嘛，就是内阁有总理啦、有政务委员，哦，行政本部啊，现在，迄，那个事务局就是要做包家啦，啊，政理局要包家啦，啊，剩的甲有参议院、有众议院、啊，有司法院，安尼。这上新的，咱的组织编制是安尼啊，迄连你都要搞啦，啊，所以就爱美国要叫咱上名单报去，啊，所以即摆唔敢你走，吼，哦，你看今仔电招好，我惊一个，今仔电招300几个人来电招呢，哦，有无？伫楼顶遐，我打去上课了落来，我无啊，啊，电招了，他讲啊，你还健在啊，啊，无你来受训了，怎无啊？失联也无通知，要安怎甲你排？啊，电招了，知影你讲吼，你啊。要个电招了，阮就写一个，你爱要去对一个波，对一个波，你对一个波，啊，咱家来，阮个开会，啊，个来举牌，哦，欸，所以在这个进程，恁赶紧的，那个熟识，我正因来受训啦吼，真侪所在，啊，这一个，这咱正个3000几个啦吼，有3000几啦，哎，无够死啦，4000也个无够死啦吼。拜托个，较侪人咧，咱去吼，来壮大口，较真正要这个政府甲咱换会掉啦，不你干那改一口气也忙死啦，输无落来。哦哦哦，迄个啦，没啦，迄一批一批，迄没啦，迄一批一批啦，迄一批一批，迄一定个啦，有啦，一定个有啦，迄无问题啦，迄唔得啦，迄都一批一批，啊，唔是咱家咧做个啦，迄美国。你叫要想叫上去阿公，时间咧来啦吼，啊有就，你敢是台湾人？你是，证明给我看卖，你对是台湾人。你对是台湾人，你有啥物证明讲你台湾人？那无一张身份证啦，我摕出来国民身份证，甲啥嘛中华民国，甲国嘛中华民国，
哦，有这张啦，吼、哦，我有迄张台湾身份证摕来，我这就是正港的台湾人啦，吼、哦，迄张会当证明尔啦，吼、哦。好来，台湾的实际国际地位，吼、哦，啊，这有几耐原因，我因为时间，较早拢只在讲两点钟的台课啦，吼、哦，较早拢讲两点钟。哦啊，较早的高级班学一班吼、哦，四百几个，啊，一边拢两百几个，我只就讲两点钟了。我刷来也搁讲两钟，变拢讲四点钟嘞。迄阵哦，啊了四月二五判变以后，较减少去啊。哦，四月二五有一个较判嘞。等下，我等下好讲，迄生啊囝哦，生四个囝啊，哦，甲大家分出去，大家分出去分四个台湾政府啦，台湾什么什么乌白什么政府啦。但是，真是说，因咧头脑无清楚。我简单讲啦。一个所在要起来，了美国军政府哪来？迄军政府跟民政府是做伙的啦。我们台湾民政府是安那，佮袂叫国民党甲咱掠，因为顶面有一个军政府甲咱吐掉咧。所以国民党政府唔敢对咱啦，因为咱顶面是 USMG 吐掉咧，哦，啊，咱是伊的下骹的。啊 ，USA 来，迄、那个科威特。美军打了了，美军入去占，美军的军政府入去，爱找一个迄个民政府，科威特民政府，科威特迄阵民政府几个你敢知影？百外个呢？啊，要经倒一个，人美国有立案迄个叫伊转来，迄阵吼，也无几个人呢，无正百个呢，人伊也乖乖啊，互伊转来，科威特小小啊就转去，遐人一百几个拢无效呢。你们看马英九吼，有哪在笑想要做台湾民政府呢？你们看到一张总统府一张图无？啊，不啦，你们看到总统府一张图无？一张国旗啊，迄就是伊也要做民政府呢。嘿，啊，伊嘛想讲别日啦，过来个指定伊做民政府，啊，伊通个继续通。那他是懂得国际法理的人呢，伊嘛要做民政府呢。你嘛看一张，讲哪个一个国旗个画安尼，人家地的啦。来，我这过来吼，这台湾的地位，我见几个来讲得啦吼。哦，这咱有读过吧吼？迄、那个鲍威尔，就是美国鲍威尔，迄、那个以前的国务卿。哦，这敢是有人教过我，有讲过吼，鲍威尔讲台湾不是国家，台湾不享有主权，中华民国不是国家，台湾是美国的境内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靠一个台湾，那出一个美国跟你讲，咱是也台湾关系法是美国国内法，一定都是有关联的，唔该变作美国的国内法，啊是啊，台湾是美国的国内法，旧金山合约就写个明了，你就是美国占领的所在啊，好来。这是第吼、哦，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这是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下有管辖治理权，哈、哦，咱第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27条哈、哦，咱要读的哈，拄啊干那3条尔啦，二条 B 哈、哦、，renounces 秘书长有讲过嘛哈，以、哦、放弃台湾，可是放弃台湾。是放弃管辖权，还有日本还有主权义务了哈。这2条 B 要晓得，然后4条 B 是讲到 USMG 美国军政府啊、哦，台湾现在拢爱听美国军政府的话啦，是不是啦？啊，23条啊写着讲，这个台湾是美军主要占领全国，以美军有关。你敢先知影这3条得哦，唔通逐条读个三加无半条，3条得。2B、4B 含23，哦，啊，你若有看过去编迄个，咱册有咱的迄个办有写讲迄个国际条约，啊，唔免看上侪啦，因为足侪也有关乎中国的利益，啊，韩国的利益，什么啥，咱拢唔免看啦，吼、哦，咱就干呐，即几条我讲的3条，安尼记得得啦，吼、哦。来，伊即伊叫蒋介石大冠，啊，蒋介石是伊即卖因为 ROC 翘起啊嘛，吼、哦。你有看到伊个王牌无？哦，第一个南京孙中山的陵寝遐有一块王牌啊，就是中华民国当时到当时哈，哎、哦欸，啊，即摆美国
无叫这个 ROC 叫做 ROC 呢，伊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治理当局。哦，美国咧叫，这是叫做这个台湾 Authority 代理中啦，这是台湾治理当局啦。哦，啊，这咱拢有读过啦，哈，这中华台北这，哈，哎，中华台北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啦，哈，哎，来 ，Chinese 台北，好，咱拢讲中华台北，是安那个就用台北，有讲无？无，唔是唔敢讲，哎，有原因啦，你敢讲 Chinese 台北？你袂当用 Chinese 台湾，因为世界公开内底，你流亡政府去到倒位，拢爱用迄个城市的名字。哎，这敢无读过？唔免首都，唔免首都。你去到什么所在，都用迄个城市的名字做。比如讲，迄个西藏流亡来到印度的，对，德兰萨拉，啊，就是迄个西藏德兰萨拉安尼啦。哦，啊，当时历史大战的时阵，迄个。Korea， 法国，哎，不，迄个 Korea， 韩国，是啊，流亡去到对上海，啊，或者 Korea， 上海，哦，拢安尼啦。迄个巴黎，法国去哦，德军甲灭亡了，伊走去对，走去伦敦，啊，所以就做 France，London， 拢爱用城市的名字。流亡去个要用城市的名字，不能用国家，不能讲哦 Chinese 台湾。我头下看到这 Chinese 台北，我有那叫不落个。我都话台南讲，Chinese 台北都无包括我台南啊是高雄啦，我拢无包括啦。哎，啊，事实是，咱你阵能讲啊，我看完无去啊，从北京南，事实唔是啦。这世界公开的内底定的，就是爱用城市的名啦。伊流亡去对一个城市。以前以中华民国首都迁都台北嘛，啊，这个 Chinese 台北，啊，就是流亡政府在台北。哦，你我个讲讲，你若搁进一步了，会讲到啥？独立关税领域区，这捌听到无？咱要参加 WTO， 就是独立关税领域区。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迄个蔡英文，邓来甲讲，啊，人美国都讲，咱来用独税管理领域区，都要让咱参加 WTO 啊，甲你电费安尼报告啊，啊，你用好安尼哦，大家拢唔知啊，啊，以后去查出来，甲讲，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被占领的地方才叫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啊，所以台湾开始用独立关税领域区，就是台湾，啊，伫国际上头，你就是被占领的地方嘛，哦，就赢啦，啊，咱拢唔知影啦。哦，强人是台北哦，啊，独立关税领域，哦，咱若家己独立咧，独立啦，哦，独关税领域，唔对啦，迄就是被占领的地区才叫做独立关税领域区啦，哦，哦，这个鲍威尔讲的啊，伊伫北京的，来，啊，第三者啊，袂用人讲啦，啊，第四者我来讲一个，这个 Catherine 这个是吼，迄个美国现任的迄个卫生部啊，卫生兼服务部做伙啦，哈，叫做卫生服务部啦，卫生服务。啊，你们看伊这小姐呢，这是做过，我叫啥？伊 she was governor of Kansas， 你知影 ？Kansas 州啦，哦 ，Kansas 州哦，美国伊做州长做偌久呢？二零零三到做到二零零九年呢，伊做州长做到做遐侪当呢，啊了，啊叫奥巴马甲派做迄个卫生服务部的部长，啊卫生部的部长就爱逐当爱去开迄、那个，去日内瓦开迄个 WHA 啊，哦去开会啦，啊伫开会了吼，迄阵拄啊吼，我讲从迄个内容讲互咱听，迄阵拄啊台湾。哦，迄个卫生署长那时偌穿嘞，讲哦，我会当做观察员入去。我那伊用啥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的新闻去参加的啦，啊，讲做养到要死啦，养到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出去做观察员的啦，吼，安尼啦。啊，伊即个较当时伊先甲讲，恁每一个国家拢。来，伊只讲的是讲安尼，恁每一个国家拢无管理哦。伊只写啥呢？来，我已很清楚的向
清楚地向世界卫生组织表明，而我认为美国的立场是没有一个联合国组织有片面决定台湾地位的权利。你们都没管理人说啊，你们说你们这国家都没管理啊，只有你们白人说而已啦，你是怎样？不，他查某伊讲，干那恁祖嘛会当讲尔啦，真正了，恁祖嘛会当讲尔，恁都恁，恁拢恁无权利通讲啦，因为伊知影，咱是爱严啊，小美国，而且美国啊吼，反正也唔讲个清楚，伊若讲个清楚，啊，这是我们的占领地，啊，啥物啥样的世界清楚，啊，干那讲啊，恁拢无权利啦，干那我会当讲尔啦，讲啊，讲拢讲一半，咱前到头就是由美国讲一半，即落害个走无路啊，伊严明讲啊，好来。即、这个，啊，我要互讲各位知影讲，来，咱来小说，地铁爱有一个，什么叫做 WHO， 什么叫做 WHA， 哦 ，WHO 这里 O 是 organization， 就是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叫做 WHO， 啊，那是 WHA 嘞，世界卫生 assembly，A 是 assembly 是大会，大会，你开会啦。啊、所以一冬要开一摆，一冬所有的国家五月第二礼拜，啊，我那阵去就是讲五月第二礼拜去啊，咧抗议抗议抗议，迄落安尼，啊，五月第二礼拜咧开 WHA， 哦，啊，所以恁知影 WHA 就是 A 就是阿杰米迄个会议，啊，所有的国家卫生部长去开会，到那里去开，哦，然后来叫加工。最高权力机关在会的日子，每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例行会议，啊，对咧审查工作，啊，进全世界拢总有194个国家了，哈，194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去遐咧开会，一冬爱开一摆，今仔日三月几月四月，五月人民国搞啊，搁要搁开 WHA 啦，所以人若咧讲，WHA 含 WHO 什么关系？恁今仔应该知影了，哈，什么叫做 WHA， 什么叫做 WHO， 哈。我阵特登去啦，啊，这就是我特登去，啊，这叫做这些旁听席啦，啊，这大会啦，联合国大会啦，啊，因部长拢坐伫下骹遮啦，每一个国家的部长啦，啊，我先去，我这爱去请旁听证，我特登都为着看中国拢派留迄、那个留学迄、那个因个留学生哦，去看咱抢迄、那个抢迄个参加证嘛，哦，因拢透早学生派学生囡仔去甲咱抢，害咱有诶足侪拢无当排着。啊，有一当去，一当啦。伊是安那开这个代志呢？你看我咧挂口罩，因为啥呢？那时候那一年，中国的卫生部长吼、哦、高强，伊做国难当卫生部长，做国难当个卫生部长，叫做高强，高强，伊是卫生部长。我一点啊一讲呢，迄当拄啊啥呢 ？SARS 一当啦。伊讲台湾人的健康是我们在照顾的，哦。台湾的 SARS 是我们在指导的，我们都是骨肉相连，血脉相连啦，是不是？讲到无 SARS， 阿公咱的健康拢伊咧负责的啦。哦，哎，我底下听到灰姑都袂，你扫，我怎徛起来？用英语甲讲，来呀、啊，什么叫做来呀、啊？讲白菜话啊，咱的健康靠伊咧甲咱照顾咧，那鬼怕着？哦，我讲来，哎，讲甲咱讲来，我讲来呀、啊，阿长。哦，警察就随便挖来啦，不是要来甲吓啦，我就乖乖啊，我口罩我挂来，我坐，我有闹穿白衫啦，有较尊重我，迄若别人拢掠出去啊，但明仔日加讲话拢掠出去，啊无甲吓啦吼，诶、哦欸，我昨赶紧搁坐落来，这中国日报的第一版啦，啊，这是另外中国时报的第一版啦，写讲啥？四位旁听席上呛声，新楼院长红啦，啊啥？我都为了这摆吼，有两个报纸来头版，中国时报跟中国日报头版，报我都伫一生都伫遮报第一版的，都这两报啦吼。啊，就是较呛声，你听了才是有影讲中国哦。哎，哦，但变世界的大会，中央竟然讲咱的健康拢伊咧照顾的啦。你看你听了会佩服阿未？哎，真正当然安尼正正当当安尼讲的，我还有录音转来啦，因为今仔是。一点钟的课，我所以无法度。那两点钟的课，我就放伊迄个录音互恁听。哦，听了几乎火拢要炸起来啊！你看，哎、欸，真正，迄个师傅啊。好来，啊，最后一个台湾是什么的情景啦？我要讲个各位知影。咱这个旧年吼，旧年的六月初九，
朱西伯有报这篇啦，啊，是安怎开始报这篇呢？那时候的习近平要去美国见奥巴马，哦，要去见奥巴马啦。啊，美国吼，知影伊来会阁乌白靠腰啊，所以一挂解密档案吼，第一阵，迄阵吼，六月初初七、初五，都一直放一挂解密档案，讲哎，台湾吼。不是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拢将解密档案一直放出来，好不抓了哦。要让习近平来美国，搁他妈差了吼、哦。来，伊就是放这出来啊，伊个报纸吼，你看伊这下美国特派员曹玉芬吼，伫华府七日来报道吼，我们中央情报局啊，什么公司档案吼，现在美国档案讲什么呢？讲台湾在法律上不是中华民国的。啊，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伊古早的机密档案拢一直出来嘛，要让习近平知影。结果习近平看了了，也唔敢靠腰啦吼。人这美国的档案都古早都有啦，这个报纸的啊，所以最后一个讲啥？来，这句，来，大家作为读者，台湾的法律地位仍是，咱的实际上国际地位是被占领的领土，哦，这样怎样哦？啊，所以日苏美战，这就是人美国啊，足清楚了哈、哦。日苏美战嘿，好来啊，这规矩，我爱甲大家讲一下，这个一个 on 啊，甘是 off 哦 ，people on Taiwan 啊，甘 people of Taiwan 有甚物差别？来，哎、欸。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不，你是不是 people on Taiwan？ 啊，是，你是不是 people of Taiwan？ 啊，不是，你不是台湾人。这个 on 吼，就是所有住伫台湾的人叫做 people on Taiwan 啦。马英九嘛是 people on Taiwan， 对不？对不？你来搞清楚哦 ，people on Taiwan， 哦 ，on 就是住伫遮的人嘛。美国关系话是咧讲 people on Taiwan 呢，唔是咧指咱 people of Taiwan 呢，哦，你敢是 people of Taiwan？ 啊来，啊师傅你落去问啦，啊你安怎证明？我这两下拢去胡伦社，读社拢请我去演讲，我讲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第二个手，十个举十一个，十个举，啊，住伫台湾人诶，唔对。你今天来上课就是要读这啦，哦，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哦，对不？哦，是哦，那个演讲啊，那选举啊，选举语言呐、啊，哦，台湾好啦，啊无台湾来，我唔知迄个啊，较会跳对下去，来 ，people of Taiwan 跟 people on Taiwan， 你也知影好好些 ，on 啊跟 off， 哦 ，off 是正港的台湾人，啊 on 是住伫遮的人。住伫台湾顶面的人，马英九他们都是 people on Taiwan 哦，哎，好来，我这条拄啊在讲，台湾是住在台湾的人诶，对不？对，请举手，哦，一个举吼，对，伊也唔知影吼。后来我问讲，我这是迄阵当去 Ambassador Hotel，Ambassador 就是国宾啦吼。国民饭店是住在国民饭店里的人，哎、欸，这秘书长敢不也未讲过？有啦，好啦，啊，这条你敢未举手？无人举手。哦，我迄一日我伫台南饭店讲啦，啊，台南饭店的头家也伫遐啦，迄丁阿红因囝啊，即卖做总经理。我讲，来台南饭店是不是住在台南饭店的人？伊咧讲，啊，你开问这个问题，大家嘛知影唔对啊？啊，但是顶面一条，大家开拢举手讲对，台湾是住伫台湾的人诶。啊，两个意思同款呢。啊，你讲，诶、欸，是台湾是我住伫遮，我诶人，我诶，哦，啊，台南门梁我住伫遐，唔是我诶，诶、欸，迄台安那呢？你看你诶经，你诶迄个啥？所有权状嘛，啊，是你诶经营管理权嘛，哦，你都爱有经营管理权，唔该会使。啊，来，啊，台湾诶所有管理的。对啊，啊那唔知啊，人讲、哦、我到底台湾人的哦，这是感情还、啊、是选举语言讲的吼、哦？安尼啊，事实上，台湾你都无台湾的所有观众啊，台湾所有观众照咱即款国际法律读起来是
日本天皇的吼、哦，天皇迄家的吼，是嘛？咱若要讲讲，就讲个较清楚。啊，是安那个日本天皇的，来讲对马关条约去啊，对下关条约啊，吼、哦，对呀、啊，这个来要从法理及国际条约去找啦，唔当跟他感情用事，你知道无？感情用事无好啦，什么啊？是哦，啊什么那是酸骨啊？哎、欸，唔是，袂使安尼恁，不要只用感情意思及政治语言了哈、哦，来。啊、那这块土地是谁的？来讲看国际法啦、啊。啊，国际法伫1895年是这是时阵多，中迄、那个满清跟日本战争是诶，甲午战争是为着什么战争啊？你敢知啊？对，韩国为着韩国战争诶，唔是为着台湾，唔着台湾拢无关系哦，是为着韩国战争诶呢。韩国话要独立啦。啊，满清唔啦，啊，日本甲战争讲好，你独立好了，啊，跟满清抢起来啊，满清两个手都叫日本甲，伊阵在明治维新了吼，伊军舰啦，现在登强吼，两个手都叫日本甲杀掉起来咧，所以讲定合作下关条约了哈，是毛罗设计，伫对定个条约，拢爱用迄个所在个名做条约个名。哦，你讲伫南京定的叫做《南京条约》，伫倒位定的叫做什么条约？哈、哦，哎，啊，这叫做西摩罗设计，原名是西摩罗设计，日本的西摩罗设计下关的所在定的了，哈、哦。啊，这个下关条约你就知道，咱有读过了哈、哦，就是皇帝对皇帝嘛，土地是皇帝的啦。啊，皇帝满清的皇帝将这个土地交给日本的皇帝哈、哦。好了，这。咱即摆来上课，咱拢知影即个是皇帝陛下的啦，不是日本政府的哦。哦，政府是总经理尔，无所有权啦，伊是咧管理的尔。所有权在天皇手上，满清嘛是满清皇帝的啊，啊毋是满清政府的啦，满清皇帝的，皇帝甲将这土地送予，哦，哦啊，这是原文啦，原文就是这。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咁到日本到，吼，这原文是有写个足清楚了吼，咱即摆拢知影，这拢咱拢读过了吼，哎，啊来，啊，别等嘞，哦，这就是讲和这原文呐，原文讲和的条件就是，你就会记你讲，这就是皇帝陛下啊，含两边的皇帝，才会当来签。皇帝靠所有权嘛，吼、哦，嘿，啊，这永远让于日本啦，吼、哦，现在啊，事实，这个条约吼，有上山的所在，和日本啦，一个是辽东半岛，咱前高当拢唔捌读到对无？哦，咱是来遮民政府才知影讲，哎，迄阵的条约真正写山的所在啊，一个辽东半岛，啊，一个台湾。啊，一个，对，澎湖，三个，啊，所以是啊，到尾开始变作两辽东半岛无去。对对，就是辽东半岛是清朝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谓领土就是不可分割的啦，迄种固有领土啦，神圣不可分割，迄种形容词啦，领土都袂使分割的啦，啊，若是殖民地，拢会使分割的啦，哈。啊、来三个所在啊，到尾卡用一个，或者辽南条约，哦，这第几？都、嗯，啊，因为迄个固有领土，只不过跟俄国、联合法国、德国提出抗议，逼日本甲达成这个各签一个条约，或者辽南条约啦，或者辽南条约甲还一个。个还这个辽南条约，啊，个将迄个辽东半岛献予满清，哦，啊，当然个一卖钱啊，卖3000万呐、啊，啊，3000万，这个3000万，我去遐考证过来，这个3000万摕去起迄个京都，京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用这条钱去起的吼，帝、哦、当迄、那个京都帝国大学，就是用这条辽南条约的返还款去起的吼。哦来，我搁甲整理一下。土地有两种，一种是叫做
territory 就是土地，吼、哦，啊，一种就是 colony， 就是迄、那个殖民地。啊，你 colony 迄个土地，你要甲形容，甲啥物拢袂要紧啦。固有领土，啊是神圣不可分割，迄种形容词啦，就是领土就袂当分割就对啦，吼、哦。哦，迄阵台湾和日本的，和迄、那个台湾和日本天皇的时阵，后壁这清朝管无着啦。爱人将整个台湾后壁后山遮吼，啊，送去还是日本来遮武力十栋呢？吼、哦，啊，武力十栋，甲将遮迄个原住民遐甲安大和谐呢？啊，唔开变作归顺，政府归顺变作1995到19。哦，在二十党的中间，政府归顺。啊，这繁民化哦，1937到1945，这繁民化哦，我要一再要强调的是，咱来知影，繁民化就会变作领土啦。那时候就北海道、北海道啊，较早有那毋是日本的土地呢？北海道有那是去予日本甲占领，啊，迄爱奴族去予日本甲占领，啊，伊开始甲。哦，改语言啦，名号伊啦，所以姓啦，是不是？佮变作，迄个就是咧繁民化，啊，佮变作日本宪法实施以后，变作日本的固有领土呢。啊，你台湾嘛是有这个动作呢，就是我咧要讲这个目的，就是到1945年4月1号，佮颁布宪法，你台湾就是那一天开始，台湾是日本的什么领土啦呢，固有领土啦呢。啊，固有领土会使倒于安那袂，会使分割袂？世界公法内底领土都袂使分割哩啊！哦，事实是安尼啦吼。啊，所以卡那讲就是日本的啦，日本天皇的啦，唔能够讲日本的，日本天皇的哦。这点小可大家爱好、哦、来。4月7，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帝国宪法实施于台湾。啊，这个进前，这个四月七进前去调去做兵的，叫做军夫啦。哦，啊叫做什么兵啦？啊，那四月七以后调去做兵的，变作。皇军，皇军哦，哦，迄阵高山族的去做兵，大家拢皇军，哇，足用的啊，遮皇军足用的呢，去南洋拢拍拢用咱遮高山族，迄阵就变作皇军了啦，哦，拍到去东南亚拍到大家拢走无路啦吼，迄、哦、拢台湾军呢，迄拢台湾军呢，啊，较早这个要四月七以前调兵的叫做军夫，吼、哦，迄叫做去做军夫，哦，俺大家了解嘛，吼、哦。好啦，阿西杰的变作依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如同辽东半岛大清帝国的领土一样，哈、哦，哎，啊，所以这你若知影讲，四月七确实是有繁民化哦，啊，日本宪法有实施台湾，啊，台湾有曾派参议员、众议员去日本，嘿呢，哦，有派参议员啦呢，就是因为这是固有领土啦，这个辜显荣。伊就是变作是伊众议员啊，去参加开会啊，吼、哦。啊，即、這个我都不爱讲啦，因为这普茨茅斯条约就是日俄战争的时阵啦，因为这本来牵涉到北方四岛的问题啦，吼、哦，北方四岛，吼、哦，北方四岛，吼、哦，北方四岛，伊个战争了，咱从北方四岛啦，什么啥，迄种。比日本的啦，这北方四岛我写你只，我阁用这张来，北方四岛，拄我写迄张吼，来，北方四岛是安尼啦，一、二、三、四啦，吼、哦，啊，即卖日本首相吼，去甲苏联讲，阮要讨北方四岛，啊，才叫国际法律，这是日本的啦，啊，苏联就讲，啊，好啦，阮都观念久啦吼，无一人分一半啦，吼、哦。啊！伊这两地本地啊，这两地很远啦，吼、哦！伊这两地要好伊呢，这两地啦。唔对，这地啦，这地 A、B、C、D 啦 ，A、B、C、D 哈、哦。伊讲这两地行哩啦，啊，这两地，阮苏联的啦，吼、哦！啊，大小你甲看麦咧。迄两地细地平晒了700平方公里啦，啊第二地250啦，啊剩咧第三地1500啦，啊3000里啦，细地本意实在讲，这四地拢是日本的，照国际法，四地拢日本的啦吼。秘书长，我们才有讲到这无？
哦，讲到这四地照国际法律是拢日本的啦。别日啦，因真讨袂转来。那咱那边政府起来吼，咱因为也阁是民主宪法下骹的台湾啦。啊，日本的政府真唔是民主宪法啦，因是新日本宪法下骹因跟天皇无关的，所以这土地因管袂着啊。看来咱台湾会当去管尔啦，哦，就是这个意思啦。哦，啊，开罗宣言，这是开罗宣言是一个宣言尔啦，吼。啊，结果开罗宣言内底的代志足侪啦，吼。开罗宣言内底的代志足侪，拢无照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拢无照这个开罗宣言呢。因为开罗宣言吼，有一点我这唔知啊，有写着啊，我来。一下开罗宣言吼，美中领导会实际上啊讲着啥呢？讲这个琉球啦吼，是中美共管的构想。而迄阵开罗宣言写讲琉球是中美共管哦，大胜料是中美共管哦。迄、那个中华民国唔着讲，啊咱着共管的。结果旧金山和平条约吼写出来吼，变美国单独管尔呢，无中国管呢。本来是美中共管，哦，开罗会议下个证明美中共管，啊，结果伊无啊，伊变作美国独管尔，吼、哦，那个琉球啦，哦，琉球，啊、变作美国管，所以开罗宣言是讲宣言尔，无唔是条约啦，所以无遵守啦，哦，啊，所以进中华民国政府跟人讲，哦，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是咱讲讲的尔咧，哦，啊，伊嘛唔知影讲，迄、那个，咱两个讲讲哦，明仔载来接面刀好无？人迄人即摆台湾是领土啦呢，会杀你袂？袂杀你啦！哦，啊，所以咱台湾就可能。啊，来，什么叫做德黑兰会议？捌听到无？哦，来，开罗宣言是当时日期，当时恁知影无？啊？这考试拢会考呢，这考试拢会考呢，要考军校这拢问题呢。来，这记嘞。十月二七，因为伊二二到二六开会，啊，二七开罗宣言，二七啦，十月二七，这日期拢会记嘞。哦，啊，是安那个，佫刷来佫一个，因为吼、哦，当时啦吼、哦，斯大林吼、哦，咱知影斯大林是。苏联的嘛，要招伊开罗会议，伊未交跟参加，是安那未交跟？伊讲啊，你有一个臭头啊，底下我无爱去啊。吼、哦，有蒋介石底下伊无爱参加啦。斯大林真正安尼讲啊，啊，所以甲中美因三个，甲蒋介石三个去开会呢，开嘞，过日，蒋介石互等伊了，斯大林甲来开会啦，这个开会叫做德黑兰，换去德黑兰开过日尔啦。那李清哈，李清啊，贵人，贵人李白，到初开了，哦，德黑兰会议，赶快的题目，调和个迄个内容拢赶快，啊，换中，不是中，美英苏三个赶快那个开罗会议迄、那个内容，换斯大林来签啦，哦。啊，所以这个那在英国的眼中哦，英国的眼中哦，那个开罗会议是当时，开罗会议是当时，伊跟你讲开罗会议是12月1号，啊，所以我要用这个给恁知影讲哦，是安那开有这个，哎呀，开不是10月27号，开12月1号，英国的文件拢写12月1号呢。但是这两个会议都同款的内容嘛，吼、哦，恁安怎样嘛，吼、哦，安听会当了解未？开罗宣言是11月27，啊，迄、那个德黑兰会议是12月1号，但是伫英国，英苏人因拢讲开罗会议是12月7日，因就是用这个德黑兰来遵守啦，德黑兰会议，哦，安尼了解啦，吼、哦，是安那较有话啦，讲10月7日啊对，啊11月27日啊对。哦，这原因是安尼啦，因为斯大林无参加嘛，哈、哦。哦，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
啊，这个阿公，这个特别爱注意，四月初是天王下诏书，伫台湾吼，这个最要紧的日哦，这最要紧的日。好，来，这详细嘛吼，1944年，66，咱拢讲66断肠时，就是诺曼底登陆嘛吼，6月16伫迄个诺曼底这个所在登陆。啊，安尼德国偌久翘去？德国无啊，登陆了也未登就翘去啊呢？纳粹伫4月5、5月18，伊6月16登陆个，啊5月18，到迄个德国就投降啦。啊，日本呢？到当时才投降，8月15啦吼，到8月15。日本较勇，冻较久啊，因为日本赛时有哪叫苏联害着啦？吼，我等下甲恁讲者吼。哎，什么叫做波士顿公告？捌听这个无？波士顿捌听的无？名捌听的，恁拢唔免看，唔免内容。波士顿公告就是咧公告吼，予日本听，讲你若紧来投降哦，迄阵就德国投降了嘛。恁若紧来投降，我保持恁日本，这就是啥？劝降书，劝日本投降书。讲恁若投降哦。我军队啊，互你转去，啊，什么工厂啊，无要甲你破坏，啊，你人啊，安那吼，拢互你好康，啊，你赶紧投降，哦，波茨坦宣言记嘞，就是劝降书啦。啊，潘文呢，第8条有写着，这波茨坦宣言内底第8条写着，要遵守开罗宣言。啊，开罗宣言就是讲，迄个台湾要互中国啦。哦，啊，所以中华民国政府拢讲，哦，波茨坦嘛讲得爱得阮呢，啊，是毋是？结果旧金山有讲因呢无？没有啊，宣言另外宣言哦。好来，波茨坦宣言你免记啦，内容就是要劝降书，内底吼足多啦。那个波茨坦公告吼，第一条是啥？第二条是啥？你看，伊等美国什么的亿万，阮即摆。吼，武力也搁较强啦，啥？啊，你啥？啊，阮军队也搁较强啦，你赶紧投降哦，啥？啥？啊，你甲日本天皇讲的啦，吼，即个。第8条下的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啦，吼。啊，剩的拢讲哦，那人权啦，啥物啥，福利啦，啥物啥啦，这拢是波茨坦宣言内底讲的。啊，8月16。第一颗原子弹，哦，伫倒位？希罗西玛，哦，希罗西玛。啊，第二粒嘞，3天后在南加萨基。第二粒是南加萨基，哈、哦。哦，啊，这才是日本要未投降嘞。啊，美国啊，干那这2粒啦，伊想讲啊，过来会死啦，吼、哦，那个弄来会死啦，一摆死了几十万人个呢。这个较要紧啦。即、这个苏联跟日本哦，苏联足巧咧，伊跟德国咧战的时阵，伊后壁跟日本讲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日本咱两个来互不侵犯，啊，伊就专心跟德国咧战啦。即卖德国就失败了，换倒来，迄、那个条约还佫有效的呢，迄条约5年呢，迄、那个条约定日苏互不侵犯条约是定5当，迄阵伊换倒来时佮第4当尔呢。伊嘛是照较少嘞，对东北较少嘞。啊，东北个军队本来就用呢，啊是安那个一个手8月17，一个手就叫苏联得去。对啦，迄阵两苏个迄个皇军哦，迄日本常用个两苏伫东北，调转来台湾，因为迄阵听伊讲美军要来攻台湾呐。啊！美军看伊调转来，哇！台湾太勇嘞，唔敢来攻台湾，咱攻对底，琉球去啦。我本来是政策是要摕台湾嘞，啊！台湾好，伊讲哇，这损失会太惨重，评估了唔敢。啊，无遐军队拢转来台湾，咧，阮细汉就知影，拢有迄个日本军、皇军转来，拢伫台南遐呢，拢伫台南遐咧皇军呢。哦，互不侵犯条约5年，那个宣战要不要搞一个？8月9号发动8月风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哦，当时的满中国。来，啊是迄个日本天皇有哪有惊着啦？吼、哦，伫8月17，
咱伊是八月十五投降的哦，但是伊伫八月七十吼，就透过瑞士、瑞典、啊、瑞典跟瑞士政府去向他们说：“哈、啊，我接受波茨坦宣言。”哦，接受波茨坦宣言，咱我都在讲，波茨坦宣言就是咧劝降书啊。伊讲好，我接受。啊，八月十二就去讲啦，啊，到八月十五卡接受，啊，卡变作八月十五投降。吼、哦，这样安了解啦，吼、哦。啊，这个麦克阿瑟第一号命令哈，哎、哦，来，我来看这个第一号命令哈、哦。这麦克阿瑟的第一号命令哈、哦，第一条，下讲三个所在派蒋介石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哦，不是接受迄土地要给伊哦，在中国迄个所在，哦，中国。你了，伊你了湖南啦、啊，什么浙江像遐遐，啊，满洲无算啊，满洲是分配伫苏联呢。来，啊遐啊个北越，啊个台湾，请蒋介石去接受日本军的投降，三个所在，台湾啊是北越，蒋委员长投降。啊那满洲啊跟北朝鲜、库页岛三个所在，和苏联去接管呐，哦。所人去接管这所在，啊，剩的啊，剩的有的像迄个蒙巴顿将军啦、啊，有的像迄个什么啥啦，啊，日本甲美国，甲大本营甲美国直接来占领啦，哦，哎、欸，你看这第几条，此受降权限仅限于唯一代表盟军之各指挥官，日本国军队之受降均仅针对前几各指挥官及其代表向伊投降尔呢。唔是所在要给伊咧，旧金山定了吼，有规定讲，九个月来，大家拢爱退出呢。唔出呢，大家拢退出啦。温州苏联也退出，北韩苏联也退出，啊，倒位，干那蒋介石无退的，无退出台湾啦，咱是有够歹运啦，诶，真正歹运啦，伊无路通退啊。迄阵你若看蒋经国日记吼。伊就讲父亲啊，烦恼到要死，要甲派去迄、那个，要互伊退去菲律宾啦、啊，倒位啥？无你若看蒋经国传，有写到这条，就是伊爱提长啊，迄个就是那和平条约写讲九个月内爱总撤退啊，哦，去接受投降的所在，啊，伊无路通提，继续谈咱台湾啦、啊，咱有够歹运啦吼，实在是歹运啊。哦，啊，有去帮我无？伊蒋介石有哪八个有呢？派这个迄个卢汉带二十万的军队去，啊，一搭久啊，去无几个月啊就走啊，因为啥？遐咧近，啊，伊军队去是拢要捡、要收割啊，顺派来台湾，哦，台湾偌好咧，米啊，有糖啊，有大行，有啥？食甲细细叫，派去越南，伊咧近，一搭久啊，伊就调转去，调转去，卢汉佫甲调转去，跟共产党小战，一搭久啊，就叫共产党啊。咔嚓！哦，有啦，包括这个代志，咱拢唔捌听伊。事实，蒋介石有哪派人去呢？好来，这个，哦，咱十月二五，蒋介石盟军在结束日冲阵，哦，从光复节，事实唔是啦，是冲阵日，唔是光复节啊！加在1946年1月12号一纸公文，哎、欸，这个大家解一下，这个我无解过来，这是0397啊，不是1297，0397号公文。这张公文写讲，恁家拢总变作中国人，这张公文的，都咱拢变作中国人呢。哦，当时一张公文呢，将日本台湾人变为中国人，啊，国籍变更应该符合自动意愿合法，可是他都没有啊。进入国门就叫你，哎、欸，你变作明天起，你变作中国人了，你呢？啊，无咱的意愿啊，无啥，拢违反国际法的哈。哦，啊，这是迄个英国出来抗议的啦，哈、哦。讲，哎、欸，啊，你可以使安尼呢？你可以欠咱同意台湾人愿意恢复中国国籍？英国冇抗议两摆，啊，美国冇抗议，美国嘛抗议讲，看，哎、欸，哦，国民政府答应，为方便管理之暂时措施，暂时六十几档呢。哎、欸、哎、欸，啊无，哎、欸、哎，暂、欸、时的呢，咱变作中国人是暂时的呢，哎、欸，那是暂时的措施呢，不是真正把咱变的呢。
啊，变到到今，咱才变做中国人啊，哦。这无，哦，恁呐，恁呐，拍迄个 AIT 吼，入去看中国奥数有消息无？恁恁有会用电脑，人家少年，你电脑 Google 甲入去啊，甲拍 AIT 啊，入去啊，甲写美国签证去哩，拢无奥数，奥数这入美国个字典拢无去啊啦，吼、哦，唔是干啦，我伫遮咧讲甲嘴高传播讲无去无去，美国个迄、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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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咧、那個、签证个所在奥数都拢无去啦吼、哦，我想。因为佫刷了，佫一段讲袂了，讲袂了啦，所以我，哦，这个第二条我来看一下，第二条，我拄仔在咧讲的二条米、四条米、二三，这要怎样？二条米下线呢？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岛一切的权利。权利名义要求放弃主权权利，就是放弃管辖权，相对的仍需负有主权义务呢。哦，你不能要个有主权义务呢？啊，美日安保条约有包括台湾无？有，要个有包括台湾？啊，叫有包括金门妈祖？无，金门妈祖是中华民国残留的土地，跟台湾是无共所在。台湾是太平洋战区，迄、那个金门妈祖是迄个中国战区啊。哦，好来，接下来讲解《旧金山和平条约》共27条，全部都没有对日本天皇处分，所以台湾的主权呢、啊？那本来是我天皇的啊，啊你也无甲我处分半啊，干人叫我讲嘴袂使讲话哩，尔，哎，日本人拢袂使讲话，啊叫我袂使讲话呢，我的土地嘛是还佫我的，台湾嘛是还佫我的，哦。这还有日本天皇的，因为无甲处分嘛，啊无甲处分就是还佫伊的啊，吼、哦，哟，安尼，我哈今日复习到这就好了吼，吼、哦，啊，因为时间无够，我下下还袂当讲，别日啊，若有些伫电走啦，甚物啥个机会，我还佫跟各位见面讲下吼。好，谢谢大家，谢谢。啊，各位同学，咱今晚下课休困。啊，稍等，4:30哈，4:30才开始上课，好，4:30才上课。